echo 帮我吹落，那 echo 空哦，哎呦哎呦，唱 KTV 那一种、哎、有没有？唱 KTV。没干呀，上路转天下的白阿囝。我有阮阿爸在顾，伊四界走总袂喊忝，食好食歹毋捌嫌，迄毋是你的你袂甘甜，顶阮趁食是苦药，下一个老爸顾一个囝，公公阿爸顾顾囝。呀呀，甲阮吃，白阿囝的缘分是天注定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青阿卡小食铺。阮今仔日真欢喜，会使邀请到三峡地区的大家长詹志贤先生啊。阮爸爸啦，教你哦，四分食，四分大，有你袂怕，有你牵家，人生路有你的安排，你的角色阮藏在心内。通细厝福利单，公公阿做厝卡，事业就爱拍拍拼，富就趁紧赚。来，啊，一个老爸，顾一个囝，顾一个爸，日命在行，啊，日日夜夜。囝的缘分是天注定。阿嬷，我了解，这一切拢是为了我，但是时代已经无同啊。较早的人去惹我，即摆的人来那个是。哥，我答应，我会甲你照顾，一定会好你失望啦。就将来爱打算，工课无顺小吞吞，有闲就爱转来吃饭，啊，十二餐都你无顺，啊，一个老爸顾一个囝，顾一个爸，饮命在行。叔叔好，叔叔好，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来怎么介绍？怎么介绍？等一下，巨星登场，巨星登场，等一下，巨星要讲话，巨星要讲话了。阿武啊，我上舞台了，哇！哎，可是阿嬷两个礼拜前说他是来看我，不是来看你呢。我这是这时候不要讲啊，这时候不要讲，这个没拍死，没有都看呐、啊，都看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不给你爸面子。哎、啊，我们还没介绍，还没介绍，我怎么称呼？称呼就不要介绍，我先把那个
几个礼拜前的事情呢、啊，赶快跟大家、哦、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对了。好，那请分享一下，请分享我们如何邀请到这位巨星哦，歌坛巨星。几个礼拜前呢、啊，是是是，就是接受到那个荣邦啊制作单位的隆重的邀请，我绝对没有超过一秒钟，我就答应他们了。哇，当仁不让，因为啊，荣邦啊是一个专业有实力，他知道要找到这样的嘉宾呐、啊，来一定要对等的。有一种是什么英雄惜英雄的感觉，没错，今年60岁，歌龄60年 ，OK 哈，我相当兴奋，然后我想说要对着这么广大的朋友啊，一定要好好练习这个歌，好好练习这个歌。这首歌我大概听了超过500次以上，哇！然后这段时间呢、啊，我每天呢、啊、就是爬山，然后就练的肚子没有了，对对对，身材保持得很好。然后就把那个中气啊练好一点，丹田练有一点，就好好唱这首歌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然后我唱的，哎，觉得七七八八的有点样子了。是是是。那我就想说，向制作单位啊提出个建议。提出个建议，提出个建议。我说这个这首歌啊，我一定要好好唱。是是是是。那我建议的方式是这样子啊，大家参考一下，想象一下这个平行世界的版本。第一趴那个音乐下来的时候，然后我的歌声也就跟着下来。哦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然后呢，到了那个副歌的时候，副歌的时候，那我就走出来，副歌再出来，不然就打在我身上，砰，这样子，巨星登场，巨星登场，啊，第一趴就把它唱完，是是是，第二趴唱完就我就稍微走一下，走一下台步，抖一下台步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然后第二趴下来的时候，对，下来的时候我就开歌唱完，唱了前面，那到副歌的时候，我把我的那个太阳眼镜，哦，有墨镜哦，丢到那个，哦，原来有墨镜，这样子。粉丝服务，我打算这样子，打算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整个节目啊有贡献，场面才会嗨，才会算宠粉。那第三趴我就拜托你了，我说你帮我 hold 一下，我帮你 hold。那我就把麦克风交给你，是是是，那我就跳下去那个舞台，还要 dive 哦，真的要跟广大的好朋友握手哦，谢谢他们，了解，哇，这真的是。排的真的是非常精彩，欸，各位，我真的是很认真在。他真的很认真，他那天非常认真。我再补充一下，因为我少补充一下，第一天跟他讲他很兴奋，然后隔天他就开始跟我讲这一 part 了。他说：“哦，哎，欸，儿子，那个我非常认真，我想过那个怎么样演比较好，怎么样比较好，就是刚刚这一 part， 他非常认真在跟我讨论，这不是在开玩笑。”那讲完之后，那天啊，世贤先生啊，是是是是，那刚好在吃饭，是是是是是，他那个饭啊在嘴巴里面，然后他就。是是是慢慢的咽下去，很高 EQ 的回答我，是，他说你知道吗？荣邦是个重实力的演唱团队，你以为是综艺咖吗？哪是，我哪有这样讲啊？我们这个不是综艺节目，我没有这样讲啦。你这样做行吗？我到现在我的定位都在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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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了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呢，就我好好唱这首歌。我想说，对，去排练的时候，上礼拜排练，终于咖的角色，那就要好好唱歌嘛。是是是。然后就到了那个练唱室去练唱，练唱，练唱。天哪，我吓死了！哎，是是是，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听不到音乐的声音，然后音准也抓不到那个忘词。是是是，弄得五轮下来，我吓死了。我说有点紧张啦，第一次不是唱卡拉 OK， 这真的好难。对对对，那位老师啊，键盘老师玉生 ，Kipo 老师安慰我，他说没关系啊，我詹爸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们 Q 到你，你再唱也没关系啦，无所谓，你唱，你就安心上，没唱我们会跟着你，没关系，你就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心里还想说。我今天到底是什么角色？本来是一个你是巨星，巨星，然后变成 Kipo 老师安慰的对象，这是巨星啊！我本来还在想一个事情，说今天晚上唱完歌之后，是是是，我明天到马路上去，很多人找我合照，待会就会有找我要签名，会。我真的跟大家报告，我对不起，我想太多了，不会啦，再次谢谢大家，待会谢谢大家先跟大家拍照的请举手。你看吗？有吧？苏瑶，对不对？不，我还是觉得我想太多了。不会啦，你是有点紧张啦，手有点冰啦。本来我想说，人家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那累积一甲子功力的人一出来啊，砰砰砰砰都打死一。有啦，刚刚唱得很好吧？对不对？我发现我真的想得太多了。没有，不要这样讲，这个都是追剧追的有点多。追剧追的有点多。好的，我们再次感谢詹志诚，谢谢大家，今晚的巨星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。谢谢他，谢谢他。